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会主席郭颂、美国英龙传媒执行总裁林淑婷、 MDSAN 品牌创始人佐和娜、好莱坞文化传媒董事长陈和霞、美中交流促进会会长董复兴出席观赏汇报演出并致辞祝贺。JMK 模特形体礼培训学院汇报演出在李梦、金旺两位老师指导下，学员们走秀和才艺展示达到新水准，冲上新高度，赢得赞誉。汇报演出得到 Masaki 品牌代表姚俊、欧皇设计学院青青户 Lisa Lee、 Belta 品牌设计师 Annie Ni、 Tadashi Shoji Agent、 Honey 品牌著名设计师 Honey 的鼎力支持。汇报演出还评选出优秀学员最佳歌曲演绎奖、最佳舞蹈才艺奖、最佳人气奖等20多个奖项，鼓励学员们再接再厉，再攀高峰。JMK 模特形体礼仪培训学院秉承模特专业技能的培训课程，训练学生形体美感和气质，掌握模特表演基本要领，提升学生个人综合素质和表现力。针对那些准备专业从事模特行业人才而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，学院择优推荐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和赛事，向更专业化、职业化、国际化、多元化目标前行。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